近来代言化妆品已经不是女艺人的专利，不少知名彩妆品牌看准广大的粉丝市场，纷纷邀请男明星代言。这番举动不仅掀起抢购风潮，还造成无数商品大断货。近日就有南韩网站票选出最适合口红代言的男星 Top 8，其中团体 NEWST 的成员明炫以黑马之姿挤下车影又拿下第二名，而曾多次获选为百大最帅的 BTS 成员 V 依然坐稳冠军宝座。南韩脸蛋天才车影又则是位居第三，而拿下第二名的明炫不仅有张高冷的脸蛋，一双狐狸般的电眼，更被网友称能够狙击少女心。他也曾担任过知名化妆品牌口红系列产品的模特，而他神奇的出道过程也曾引起热议。明炫某天放学时被朋友邀去路边摊吃烤鸡肉串，没想到就被星探相中，成为了练习生。一连串神奇的出道经历也让韩网惊呼，长这样不出道也难，魅力无法挡啊。